其实都要制作完，不论是这个极品还是独门。古怪的话，我记得好像就不一定，到时候再看呢。买，好，最后一次，等一下就不要全卖了。我们主要是要什么？香脆马铃薯可乐饼，留个几个。留个两个，一个其实就可以。哎呀，有钱。然后我觉得反正要做很多料理嘛，这种快没的东西稍微补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贵了，贵死人。好，然后关键是有没有，你也不知道谁才有办法做出独门料理，所以有可能有些料理要做个几次。交给你，尤娜。不是你吗？难道是飞？哎，有独门料理有了，这个会是谁？洋葱圈，会喜欢制作洋葱圈。其实是劳拉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反差？他做的是完美，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希望。还是其实是别人，雅尔提娜黑兔小朋友啊，就爱吃洋葱圈。小 D A 是你。不是啊，每个人都。每个人都做的是灿烂洋葱圈，不是独门料理啊！你们之中找不到独门料理啊！给你两次机会啦！没有哎、欸，独门料理的人不在这之中。哎呦，是你啊！就说你装。装明明就会做，装蛋糕感觉就不会是李恩，李恩还做蛋糕，这太过分了吧？哎呦，真的是李恩吗？やるか。これは特製だぞ。柚子蜜气泡。有人说只有七种，代表当中有几种料理的独门是目前不在的。6 3 4 5 6 7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做，哇，已经有四种了啊！他是说啊，有可能有些独门料理的人不在，所以我们确实其实先做个七种就好了。像这个，你做不出来就没有别人了。哎呦，才不够了！新鲜的蛋，买个蛋啊！我这做料理有没有很花材料哎？蛋，现在有了四种，都只做完美了，还要再三种。我们努力看看。我感觉其实从上而下好像比较对，那下面好像都是新的。哎呦哦呦，
汤就是你的劳拉。中。Yes！ 是不是三明治？我觉得三明治也有，还有什么五谷？五谷杂粮啊，好贵哦！一桌这料也很贵，你最好给我一次到位哦。就是你的库尔特三明治，哎，独门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做几个了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有七个了哎，所以七个就完美了，是不是？我想要吃个炒饭，这一定是尤娜。炒饭，好不好？你从小吃到大。哎，我想再做一下洋葱，买个洋葱，再做个炒饭，受不了了，给那个劳拉一次机会。没有也没关系，我们有七个了。嗯，任せてもらおう。极乐净土，感觉有机会哦。嗯，任せてもらおう。啊，做不出来算了，反正有七个了，过。料理想出来就出来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啊。做不出来才从小吃到大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其实有特别攻略，其实有说，哎，独门料理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六跟第九个。哎，真的哎，我其实刚好做到哎，其他的是目前做不出来。好笑哎，攻略甚至都还告诉我要找谁，我靠自己，我靠自己。给我个 respect， 谢谢。运气很好，有啊，你们也有提点我。好像有灵感，又好像没什么感觉。慢慢研究，拜托，还好，拜托你们。哼，笑容的距离又很近。哎，我的心好乱。暂时达成。好啦，给你更多啦。那还用说？给爆你！讲这么多可以收下吗？帮个大忙。哦，好像有一个灵感了，进一步达成。这任务也太可爱了。没错啊，再给你最后的关键是什么？巧克力圣代过，做出一个崭新的巧克力面包吧。叮，花卉主题，这么特别。叮叮，黄金彩虹，听起来就觉得很酷哎，期待。好吧，期待。把我们的一切东西都播出来，硬彩东西给我们，作为了注意方便，还欺负我们的英雄，欺负不？不是，那个我要的是黄金彩虹，不是暗黑料理。好香，真的吗？他刚刚的那个样子，感觉就是一个暗黑料理，你不要骗我，我这个很单纯哦，异香。你不要骗我，他刚刚怎么样的显示都是暗黑料理吧？像镜子一样会反光。
奇迹般的被垮。骗子，骗子，谁要吃啊？太霸气了。然后那个异香可以看一下啊，过往我记得是会吸引怪物的，或者是让怪物离开的，是容易被发现的。ATS 加10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换的，这个啊，这个可以换。虽然会吸引怪物，但其实也只是用黑兔的时候。还学会三个风系魔法，过。黑兔的味觉很有问题，怕。啊，总算可以来接我们的主线了，几乎。要玩两个小时，有没有？我就说以前啊，也是一样，城镇每个逛过，时间就没了。接受委托，营业额跟流量。前往三家店做调查。赛嘟嘟嘟嘟嘟嘟啊，又可以交换手机了，要个 LINE， 开车走了，感谢礼物。来调查吧。哼，倒立商店不都在旁边？那你不会做完再走？太霸气了，就是要这样，好吧？气噗噗，这什么？哎，这就是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也只能配合啦。拿到了问卷的答案，对啊，这个是 know how 哎，营业额、流量有没有？就只差什么商品的成本跟进货来源，不然全部都被大家知道了。贴上别牌的商标再卖。半公认的状况，嘟嘟嘟嘟，还蛮方便的，有惊叹号，你就直接过。对啊，感觉像国税局有没有？その格好なかなかあざといやんか。什么东西？そんな風に言わないで。ちゃんと研修医の制服なんだから。しかし久しぶりやな。半年以上も前になるんか。あんたが転学するって決めた時のビビーの取り乱しぶりときたら。お？あの子もあの子で頑張ってるみたいだけど、そういえば聞いた？今このクロスベルに、他跑去当护士了。我们以前的同学。啊，直接无视身边的伙伴，有没有？太好了，我的时间到了。